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维尼时光，我是维尼。今天要分享的是美乐蒂的桌上小物两袋。首先，先来介绍第一袋，右边呢是库洛米坐着的美乐蒂加木头，趴着的美乐蒂，还有翘着屁股的美乐蒂，跟小绵羊 Piano 的杯原子。当初看到这一袋的时候呢，就觉得非常可爱，马上呢就去买了一套。然后呢是蛋纸，一共五款，200日元。接着呢是第二袋，它的杯原子呢是美乐蒂，然后 Piano。跟松鼠，还有老鼠，然后松鼠跟老鼠都是有附木头的，然后还有最后是垂耳的美乐蒂。这是第二弹的弹子，一样是五款，200日元。每一只的后背呢，也是做得十分的俏皮。然后今天呢，也想要分享一些跟扭蛋壳有关的事情。首先呢是那只美乐蒂，再来是小绵羊，然后还有布丁狗，这三只都是三丽鼬的作品。然后它的扭蛋的厂商都是一样是那个 Tommy 的，但是呢，它的蛋壳。大小却相差非常多，这是美乐蒂的蛋壳。然后绵羊的那个第一袋我没有，我是直接买一套，所以没有蛋壳，看不出来。然后这个是布丁狗的，你看这两个真的是差非常非常的多，有没有？明明都差不多大。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推荐的影片呢，是影片中也有介绍到的布丁狗的桌上小物，还没有看的朋友呢，请记得一定要去看哦。还没有订阅维尼时光的朋友，请记得一定要订阅哦，每周呢都会上传影片的。喜欢的话请替我按个赞吧。